和我的钢丝臂。直接戳一个地方碰到就敏感发痒，你会选择长在手上还是脚底？脚底。可是你这样不能走路哎。啊，真的、哦，这样子就会痒了、哦，因为是脚底，碰到就会发痒哎、啊，什么？那我坐轮椅可以吗？喜欢怎么样的男生？戏里戏外，我觉得我戏里戏外都喜欢可以让我自由、很自由的男生，就是不要管我这样，让你走。有什么事会想要跟其他三个人一起做？露营啊，觉得女生一起其实就还蛮好玩、可是没有人家帮你搭帐篷。你没有搭过吗？你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其实可以会搭，没关系，可以睡就好，被压到。对啊，你刚刚睡就好了，挑。其实你撑个伞，不要生气啊。请用一句话形容其他三个人。可爱。我一直想到鬼灵精怪这个词，就是随遇而安，这个是很周全。觉得自己像哪一位迪士尼公主？对，无敌破坏王的云尼路，就是小开赛车，好像哦，好像哦，开赛车的一模一样哎，就可以找他了，根本就是照着你画的耶。喜欢抱抱还是亲亲？亲亲。就其他人是比较喜欢抱抱。谁抱抱？那都不选的，他又都喜欢。小孩子才做选择哎。十秒内说出钢丝臂的三个关键字：十、建筑、好朋友、妙。5、4、3、2、1爱情，当然要讲到我们啊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今天来干嘛？现场表演或说出一项不为人知的才艺，立刻投降。我会模仿蜡笔小新说话。妈妈，蜡笔小新好吃啊！一辈子只能吃一种食物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蛋黄酥。啊，他要到白色情人节，能不能分享之前一些过节的经验？我个人是不过情人节的，什么节都不过，完全不过。所以假如有男生喜欢我，然后说我们过情人节吧，不用面子。啊，没有那么严重啊，这么效果吗？四女中谁最常 NG？ 要不要自己？我们来一起比好不好？比那个最常 NG 的人，来，3、2、1。我们多么一个好笑。心中的约会圣地，怎么去一趟旅行嘛？你约会圣地吗？我想知道年轻人约会圣地。我觉得就是家里、学校吧，还在当学生，感觉就是学校。在学校约会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看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调整一下我人设，因为我都觉得我糖有点太……哇，真的耶！学生时期可能会讲说什么 KTV 啊，或者看电影院啊，图书馆啦、low 哦，啊，好神奇，好奇怪，把我好奇照见呢，可以给我们一排惊叹号吗？太神奇，没有啦，去啊，没有去约会的意思，好，人家很乖，懒惰去约会。片场有小小孩，四人当中谁是孩子王？我吧，应该是我吧，因为你跟亮亮最常相处，做过最疯狂的事，干嘛告诉你们？哇，那肯定很辛辣，又不能讲。其实我开玩笑，我还好。我觉得当演员就真的蛮疯狂，辞掉工作当演员，然后收入变得很不稳定，还要跟妈妈拿钱，很有勇气。30岁的时候还要给压岁。我没有想到你要掏心掏肺掏的这么彻底耶！我妈那天晚上就跟我说。什么？你要做你想做的事。没有啦，我看你要哭了，我还要哭了，立马。现在都是上一年的怪胎，好惨啊！这初吻的年纪是真实人生吗？荧幕啾啾算吗？荧幕啾啾，因为好，就你拍女力的时候，因为真实人生是零。钢丝臂几月几号几点播出？总共几集？钢丝臂在2月28号晚上9点播出，总共40集，耶！